換咗啲液體咧，喺呢一個地氈，亦都係近主嗰、那個主席台前面嘅一啲位置。咁潑咗出嚟之後咧，咁啊有好大嘅臭味。咁然之後咧，我哋咧就去到現場咧係作出一啲調查嘅。咁我哋喺過程裏邊咧，亦都有配合消防咧去請喺呢個會議室裏邊嘅人士要離開啦，等佢哋進行調查啦。咁如果調查完成之後咧，咁我哋咧係繼續翻返會議廳裏邊咧繼續。喺我哋大概咧用咗一個小時咧左右咧，咁我哋已經係完成曬我哋所有嘅初步取證嘅工作，亦都咧係離開咗議事廳，將嗰個地方咧就交翻俾立法會秘書處去繼續去使用噶啦。上星期有議員咧係潑呢啲難聞嘅物體，令我哋暫時停咗五個鐘頭。今日早上點解咁樣做？朱海迪女士、朱海迪同陳志全議員，同埋其他嘅議員都有份嘅。再令議會咧被迫暫停，啱啱許志峰議員亦都係作出呢啲咁嘅幼稚、不負責任同埋涉嫌違法嘅滋擾行為，我感到十分失望同痛心，亦都非常遺憾。喺目前嘅疫情之下，所產生的衛生問題是更令人擔憂。我對於幾位議員的所作所為予以最強烈的譴責。事實上，上星期的會議亦都是發生同類的事件。許智峯議員是曾投擲發出惡臭的不明物體，最終亦都導致會議暫停。